刘畅，讲。看来这些人里边有个刺头啊。到时候我好好去收拾收拾他们。那你收拾吧。刘畅，这次你出去招生，辛苦了。我给你揉揉，这一把和服务车我坐定了，你赶紧走，我去找你，快快快！啊啊，快快快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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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可怎么办呀？哎呦，我抽筋了！干什么？抽筋也犯规啊？哎呦呦，哎呦，这怎么办？跑不了了，真的。妖女，斗勇我比不过你，斗智我总能比得过你吧？九四，九五，九六，九七，九八，九九，一百，刚好做完100个，要有声。